早上回家，我爸、我妈、我老姑还有我老弟，他们在这上苞米呢。这个是昨天收回来的半晌多地的苞米，就是机器收的。爸，还有多少地没拔了？这下还有七亩地，七亩地也快吧？那还能收吗？你要收还能收点，收一亩地，还能收一亩地啊？剩下就还得人工拔。对，这机器收回来苞米带叶子，然后得一点点把叶子拽下去，然后搁那个输送带。往这个苞米篓子里边上这个苞米。老弟，你还有几天返校啊？啊，还有几天返校？后天，后天就走了。就周五今天吗？我买的小姜鱼，你不爱吃小鱼吗？我去给它挤了去。挤了吧，挤了啥呢？我现在挤。我去收拾鱼去了。你收拾去吧。嗯呢，我还买点菜呢，一会儿就都搁下屋了。嗯。我今天买这个是姜鱼，穿钉子，早上刚出水的，这个鱼出水就死了，一会儿给它收拾干净了。这个鱼好挤，就是头不要，这个头的话太腥了，它这块都是肉，直接给它炸了，然后吃的时候也不用挑刺儿。三斤鱼挤了这么点儿，放冰箱里先冷藏，跟他们去整苞米去。刚才在这捡苞米，一个小耗子出来，给我和我老姑吓一跳。爸，你为啥不把耗子踩死啊？你看你。你啥小动物都这样有，你知道吗？你都给踩死咋整？养活点那小动物。你搁啥院又养两个孔雀的呢？你是种苞米养耗子，干啥呢？你俩呀？你俩干啥？到底是装苞米还装叶子呀？地球上有些小耗子就不能打死，关键活着多好。你抓两养的那个。有没窝吗？这个是嫩苞米，就是那地头长得不太好那个，也不太成下苞米。把叶子掰掉了晒晒，到最后就放那个苞米篓子顶上，要不然现在放进去该烂了。嗯，这样式还能烤，烤也不好吃，干吗是吧老公？这点苞米捡完了，一会儿上篓子，然后底下这碎苞米粒都得给它扫起来，给它塞塞，这苞米粒到时候就卖散的了是吧，装袋子了。嗯，这都是钱，都不能浪费了。利用这个输送带往这个篓子里输送苞米，等到苞米全都运回来之后，价格好的时候就给它卖了。老妈中午要半打吊过，一会儿吊过下锅了，然后再煎鱼。我老姑天天干活就愿意喝这个吊过汤，就愿意喝这玩意儿，但不消烧心。知道。那我干活我不敢喝这玩意儿。喝着玩意儿，小点块吧，要不没收能收。不用去皮儿啊？不用去啥皮儿？去皮儿能好吃吗？全皮儿好吃了。我就感觉这皮儿太硬了。硬啥硬啊？我就好了。煮熟了，开锅的时候放点白糖。哦、这就是吊锅汤。今天中午搁外边这个锅煎鱼，整了这一小盘鱼。多呀，搁大锅。嗯。放点盐吧，这锅后一天没熬菜了。一锅就煎上了，锅大呀！调料放里边。这一碗汁儿倒进去都加不了多少水了。嗯呐。老妈这里边放那个腌鸡蒜的糖醋汁儿了，还放那酱、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。鸡煎的。好。还怎么样？添上水，少搁点盐，就盖锅了，再来点。盖上锅。老弟，你要返校了，我还得想你啊！我现在一寻思你要回学校了，我还有点受不了你。跟我去呗，那就陪读去。哎呦，我妈就好想的去了，一会儿要把那个鱼给盛出来。得始终搁这石头压着，要不然这菜给往上飘了。从底下通的呢，这家伙。往无底洞似的，就倒到见水为止。完事儿，见水了。
别动，别动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见水就行了。真不容易，小花生吧。来，儿子。啊。来，把石头，把石头搬一下。石头搬一下，这玩意儿窝上完了，搁地下压，压不掉的。装满水了，然后还得把这袋子给它封口，让它发酵。嗯，压上石头。这鱼好了，周哥。糊巴的，两眼香的做梦。有没有食欲？有食欲，快说有食欲啊！你妈问你。有食欲呗，儿子。什么鱼这是？穿钉子呀，这是。穿钉子。嗯。一回子。这多少钱呗？20一斤，这小这。花多少？一共花60。看吧。我不寻思你愿意吃小鱼吗？完了，我寻思老姑在这买点。我老姑说她不爱吃鱼。哎，就这个味儿，妈送小鱼就这个味儿。就是你想要的味道。嗯。你这吃饭了，你还吃月饼？谁到了？我看啥馅的？老五仁的，里边还有青红丝呢。来吧，搁点糖。嗯。我过来，为啥我整一只啥意思？我拿的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到吃饭的时候都吃月饼干啥呀？不吃饭。我现在去摆谱，就是、我叫你给我找。就这么吃东西。摆谱。老公快，来这。也吃点小鱼儿。啊？你咋不吃呢？整鸭肉他也不吃。他天天吃饭包，老公。我昨天按理说，昨天周末我应该去溜达，没工夫。你咋不信着你们是不是？又干的了，你这不找他那去吗？不是，性格这性格，吃鱼跟他妈都不会溜达，我在那去搜着玩儿。怎么玩儿没有呢？溜去苞米，你溜他呢？走玩儿也得有人走玩儿。这闲的没事上那去走的。你爸是剩饭的？不是剩饭的。不是剩饭的。不是剩饭的。捞有的少。那赶明儿没人会捞饭了，那哪整？就是打折呗。打折。